挥别彭帅再出发。谢淑薇将暂时专注单打。谢淑薇和彭帅多次分分合合，这次合拍仅短短合作了两个月，四项赛事后就宣告拆伙。而谢淑薇也在脸书写道，接下来的比赛单打再继续努力，希望延续澳网的好手感，再次挑战自己，透露将暂时专注单打。而彭帅情绪沉淀过后，也在微博贴文表示，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不想再说了，爱你的胡说八道，祝福你我的老搭档。谢淑薇稍早也动身前往印地安全，这是仅次于四大满贯等级的赛事，谢淑薇名列女单第三种子，首战将面对美国的 Ashleigh Cradsdale。